我是登宝，再过两天我就满11个月了。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去逛商场，在车上我就这样坐着坐了有1个来小时呢。到商场了，商场里真热闹。爸爸妈妈不抱我了，要我自己走。走路不算啥，我10个月出头就会走了。在家爸爸妈妈把我放在围栏里让我自己玩，不用我的小手扒着围栏，学会了站立和走路，也算是自学成才吧。摇摇晃晃，我走得不错吧？摔跤是尝试，摔倒了我不哭，爬起来就行。走得有点饿了，爸爸妈妈带我去吃饭饭。他们吃肉肉，我吃烤红薯稀饭。他能吃，他能吃。他把红薯吃多了，那个胃酸是吧？嗯，那辣的那个香，我妈有孜然，还是香一点。吃饱了，继续逛商场。见一家游戏厅，我加快步伐奔过去。哈哈，那也跳。我还是婴儿呢，爸爸妈妈不让我玩。他们把我抱走，当他们把我放下，我自己掉头直奔游戏厅。爸爸妈妈没有阻拦我，还夸我方向感强。我喊着叫着再次冲进了游戏厅。还是要玩的。从游戏厅出来，路过服装店。妈妈喜欢逛服装店，我在店外玩。像我这么小的婴儿，自己走路逛商场是很难见到的。大醉拳。逛了大半天，我该回家睡觉觉了。